悄悄，嗯，你这件衣服为什么没有烫？你昨天只有叫我拿，没有叫我要烫啊。这不是基本常识吗？你衣服这么重，你要给厂商拍什么啊？哦，算了算了啦，等一下下一场换景前要赶快把它烫好哦。好。好，哎，这样很好，来，下巴收一点点。哎，绑高，绑高。眼神，眼神。好，来，很好，来，最后一张啊，来。好，补妆。嗯。好来，我这次要表情多一点。对对对对，就这种感觉。对不起。好，来。爸，你干嘛啦？我现在在工作哎。工作？有工作好啊。顺不顺利啊？还可以啊。哦，爸，你是今天上台北哦？对啊，就跟社区那些朋友们一块啊，早上6点多就出发了。待会啊，我们要去101上面看台北。那你自己小心。我今天不能陪你哦。没关系了，你今天工作要到几点？我待会买些水果给你，好不好？不用啦，爸，我很好，你放心。对了，我今天很晚很晚才会到家。我先不跟你讲了，我要去忙了，先这样，拜拜。好，这样很好，来，来高贵。你们家的助理真的很可爱，所以你也想当 model 咯？对不起。喂，小乔，我刚刚从101上面下来。台北还真的很漂亮哎，谢谢。你有上去过吗？嗯，没有哎。有空可以走走啊。好啦好啦。小乔，我在想哈，因为待会儿我们要去西门町，会有一段的自由活动时间。你们公司好像在那附近嘛，我带水果过去给你好不好？不用了，爸，我在工作没有时间啊。这么忙啊？那不要太累了哈。哎，对了，提醒你一下。下个礼拜啊，报税日期截止了。你长大了，今年你就自己去报了。好了，我会自己去缴啦。哦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差点被烫到，我在烫衣服啦。早就跟你说，当老师比较好。你偏要来台北，什么学造型、学化妆，在家里连饭都没煮，来台北跟人家拿运动。你每次都跟我说这些。妈还在的话，一定被你气死。你很奇怪，你干嘛每次都要跟我提到妈？我不想跟你讲了啦。怎么了？一副苦瓜脸。我爸啦，他就是打来碎碎念我要来台北工作的事情啊，然后提醒我要报税什么的。我又不是小孩了。你还没报税吗？下礼拜是最后一天啊，我之后再去就好了。下礼拜？你忘记我们下礼拜要去蓝屿外拍吗？而且今天礼拜五嘞，你确定你来得及吗？对哦，这样等我们回来就来不及嘞，会不会被罚钱啊？你家没有网路吗？网路。你有没有自然人凭证啊？
那是什么啊？它就像是一个网络身份证，你可以用这个自然人凭证去查询你的个人所得资料，还可以用来申报跟缴税。哦，其实你去国税局也可以查到你的薪资所得啦。如果说你没有时间的话，你也可以请亲友帮忙。哦，哎，就是这张啊。有没有看到这个认证码？你只要到这个报税网站去登入这个认证码，再完成回复就可以了。哦，这么简单哦！哎，你这么忙，你怎么不请你爸帮你一起报啊？嗯，我爸他就是不同意我来台北工作啊，我才不想麻烦他嘞。反正他就是很啰嗦，很爱念啦。其实啊，你爸是因为关心你。来，工作的时候电话还这么多。你真的很忙哎、欸，小乔，小乔，爸，你怎么在这啊？你也跟我讲啊，你们公司在这附近嘛，我就晃一晃，就刚好看到你了。我刚刚在巷口那边啊，也看到一个卖红豆汤的。妈，你最喜欢的，趁热喝。小心点，小烫烫。我还要带一些水果给你。有看到你，我就放心了。嗯，不打扰你工作了哈。游览车上面还等着我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哭什么？我哪有哭啊？小乔，爸爸觉得你很棒，加油！嗯，好。